两大死因，应该有人知道是什么死因哦。算了，我告诉你们平民百姓，他妈的，我今天就不带龙科来打这一关。 老马，假卡拜，今天没老马，看八方玩久了，这个手准出有点像智障。再一次，什么再一次，我就直接他妈直接冲进去了，开什么玩笑？我就直接冲进来咯。嗯哼。Read my name， 平民百姓，我跟你讲。 啊，什么？逞一时之快，匹夫之勇不是勇。告诉各位，这是有战略的。有人相信这是节目效果吗？干，我自己都不信。那我来北极甲就北极甲机关营啊！有人可以忘记到这种程度吗？刚刚才出完，因为我刚编完队，我忘了。基地严重不足。 直接弄到这里来了，这么快，好久没看过圣达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对了，就是魔队了，魔队。其实这样的魔队，我认为速度也不慢。我现在开始录，现在已经录了这个，靠边，没有做断点哦，干一个小时多啊，干算了，没有做断点就没有做。 告诉各位啊，这一队的啊诀窍，哎，靠北少削个，火屋底下个亏了哈。这之前有跟各位教过，可以开开关关，就是给它撸下去了，伤害自己要估一下啊。啊，因为我已经算给你看了，所以你也不用估了哈，我直接撸给你看就好。 靠背啊！所以我目光很都有，找最少的关，我看多少？六，算了，做大大的坑哦，大大的坑。嗯，他消掉了，啊，唔卡再讲诶，啊干，又来一次，他那样凶，大大坑哦。 你的康会不会太多了？哈，还真舒服哦。靠，不要八风王玩久了，这只会变智障。哦，所以为什么我比较不喜？ 不太习惯去玩八风王，是因为我换养成习惯之后，转租就顿掉了。感，这简直就是外挂般的存在嘛！撸上去，撸下来。
哒哒哒哒。是怎样啊？一定要断心断成这样的，对。被五秒钟束缚啊！可以用防爆猫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这个谁提的 ？ESP 零零四二三，这问题问得很好。可以用防爆猫，防爆猫是拿来拆炸弹，其实它不是防止炸弹，它是直接拆炸弹，所以它可以把那个炸弹拆掉。靠北啊！你家弟弟撸的二啊！林老师也干，还有小花被送了，我买。好，跟各位讲哦，这边。我应该是一波带走啊！我在这边磨嘛，阿二应该可以一波带走啊！不要开机磨到死，嗯？哎、欸，不是这一队吧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不要开机磨到死，不用！我跟各位讲，这一关直接给他弄过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下一关，无视控制加无视减伤，好像还是要磨嘞、欸。干，我的攻略真的写得很好呢、欸、哦，真的要磨呢、欸、哦。看这谁写的攻略，怎么可以写的这么精辟？有没有？因为死了大概一两百次。嗯，我想一下，啊、对，要抹。来回回，来回回都好啊！你吃饱上瘾哦，靠北啊！不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观众时间好不好？不要断心啊！哎呀，对啦，听不懂中文吗？你韩国人哦？啊、靠北，转座哥！是故意断心是吧？有这个两颗星的，你俩算厉害，真正你厉害，还断，有种你他妈你就干你老师哎，靠北外系，不好意思啊、喔，被我控到了、喔，因为我排了两颗就是要控天将，还真的被我控到。漂亮啊！安利就丢啦，不要在这边浪费各位的时间，你知道吗？这点功德心嘛，是不是？这关直接破防哦，快点！哇塞，我来个十百千两万，干我手转直接把他带走了。撸过去，对，这关要磨了，对啊。要磨，对，因为这边我要一波带走，懂吗？这边我要一波带走，快点！幽冥围城，悠悠，按，流影，鱼男，流，水屋，快点！艾德，快点！一波啦，吃我的一吸吧！叮，746万，嗯，746万8000，嗯，是吗？700多万吗？有点好奇，我再看一次。对，746万，746万。三鼠盾嘛，我在随机三鼠要。第六关吼，怎么打嘞？有没有？看一下之前的攻略。他说轻松打，那我们就轻松打啊。我觉得是时间的问题吧，应该不是要木珠吧？靠，哎呀，真的要木珠。好了，这个关卡我跟各位建议了哈，就是两回合弄过一次。缺水珠，不要断水。林老师、欸。
干你老，看他这一直给我缺猪哎、欸。哦，那个水我爱见乖哦，干啊，不然那个路嘞，你就要死啊！哦，自己手转哦，看各位技术哦。哎、欸、啊，嘿，那个不是暗珠，我想讲是暗珠嘞。哎、欸，非常好，这没消水珠，靠北啊！干，这很烦的关卡呢哦。好了，啊，都安尼啊，无法度啊。没有，我建议各位了，两回合收一次了，好不好？两回合收割一次。好，因为转珠没办法像百姓这么哈这么三到五 combo， 就是两回合收一次啊，两回合你还收不了，我都不怕躲啊，因为我三到五啊，我都两回合啊，一个波我都两回合，我都不怕躲哈，安内塞哦，这样两回合应该 OK 哦。有没有两回合收一次？我开火屋哦，对，我开火屋哦，请注意，我是开火屋、哦，靠背啊。缺猪哦！告诉你，这个精华地方就是在他赵灵儿那个地方啊。看看，对，是生是死就是他了。好了，这个基本上都可以，直的横的都可以哈、哦，依个人喜好有没有？哦，添加我。一个人喜好这个添加这个适量的一个元素。靠腰，下面撸掉。来哈，今晚来做几个叠珠哈。好，我看到吧，我掉了一叠、二叠、三，好不好？啊，看不清楚，然后看一下从，到时候看 replay 啊。哎、欸，缺水。我、啊、看啊，他妈没撸掉。啊，不过我这一盒没有弄到那个新珠哦。哎、欸，对，所以血量会扣多一点点。哦，就补满一点。对，既然你没有弄到，就补满一点。哎、欸，默默的就把火屋关掉。因为我怕死我，我不想让刚刚这个哈、哦、付之一炬哦。好，该关就关，该开就开。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控 CD 的一个能力了哈、哦，就不用跟他客气了。不是控 CD 啊，控技能的、啊，应该是不会有火珠吧哈、哦，应该是不会那个啊，要光珠了哈、哦，漂亮漂亮。哦、每次都做两回合一波的打击、哦、有没有觉得看我在转有点在看我在转八风网有没有？那是错觉啊，各位那是错觉。善用技巧、哦、你可以让自己成为、哦、神转珠、哦、他转八康我也可以转八康，我跟你讲，看到没有？七康，啊，减一康啊，些，对不 ？OK 啦，看无咧胖啥，无紧。哎、欸，缺水啊！天降啊，对啊，真的啦，真的有用啊！多拍几次七大石英就会变正常。龙类克制公家所是不是？轻松打是不是？来，不要浪费时间，跟各位报告，真的不要浪费时间。
OK OK。好，关，关。下一关因为附加家族技能重置，所以我这关会开是这样来的。先开始先消他的血。还真痒哦，靠背啊，没有龙科干，有点可怕。没龙科感觉很难，哎，哎呀，尿死你啊！啊，你说的是有道理。不难，我怎么叫平民百姓？我就告诉你，就是很难的关卡，我都打得过啊，懂吗？哦，百姓没有什么啦，就是告诉你用最平民的方法通过最难的关卡。对，梅隆克也这样跟他进场，敢直接撸过来。我今天我敢这样进来哦，基本上对，就是我想应该要有点节目效果。干什么鬼啊？火珠绿掉哦，开始哦，绿珠咯，注意看哦，百姓怎么绿哦，火珠绿掉哦，流木珠哦，掌握诀窍哦，保证干天外的把我们丢了。跟各位计算一下哦，来，没有龙科必须告诉各位，真的有点困难哦，1286哦，1286，来，假如3412颗木珠。12颗木珠齁，欸干，我还没磨起来啊，那边的先磨起来再说。我先算这个2167216730颗一 combo 一 combo 25% 来15倍火物2倍干艾德回复力多少干求救啊 Elvis 帮我查一下Elvis 6点、我在关卡里面师伯你赶快多查还是有观众可以帮我查，艾德回复力是多少？然后木法沙也给我。哦，我习惯直接自己算的。有人知道吗？就是艾德的回复力跟木法沙的回复力。其实对，其实我是有别的账号可以开啊。好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没关系，我来说340哦，340哦，340，3.5倍，340乘3.5，加上2167。3357齁、哦、好3357
3357木筏杀我就不算了，因为木筏底下就是用一波的。1286 Neos 你没有错，你反应比较快，因为你已经先把我的梗讲掉了。我的玩法是跟 Neos 讲打法是一样的。我看一下12颗全版三当做8 combo 好了。344 combo 总共8 combo。我要来算一下这个木筏杀，我们先算木筏杀，木筏杀开下去的攻击力是10倍齁。10倍加上大圣 1.5 倍加上克数。干很久没克了，克数是2倍还是 1.5 啊 ?Elvis。干太久没算了。啊我也太久没算了，这样。靠背啊，没有人知道。是加50啊。克数 ,1.5 倍啊。1.5 倍是多少啊？对啊，应该不是2倍，我记得是 1.5 倍。2倍。11.5 2倍。所以这样30倍而已。不对啊。我的黑帝斯是几倍啊？看没记什么。黑帝斯哈，很有趣哈。黑帝斯居然这个账号是没解放，1.5干，真的太久没算了，有些倍率都忘记了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我看到你们的1.5了。黑帝斯本黑帝斯几倍啊？哇操！黑帝斯几倍啊？水、火、木、光。都有，黑帝斯几倍啊？是不是4倍？4倍。好，再加一个4倍。所以我用木筏杀总共有120倍的界王权哦。8 combo 的话，我们可以集出这个169万，刚刚好的血量。那就是这样咯。嗯哼，那应该没问题啦，没问题。来来来。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 颗齁。然后 Neos 刚刚有把我想要用的东西讲出来，基本上我直接弄好了。那这个珠子好像有点缺齁。这不容易啊，因为为求万全，有没有？这比较难一点点，因为我要保全这个哈，我是没有问题的哈，所以对我必须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哈叠珠，比较难一点点。各位靠背啊，那个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了哈，就是按。等一下，462万。好，我再算一下艾德哦，这是精辟的计算哦，因为我用数学玩圣魔之塔，应该不是第一次，大家都知道。1011，我来算一下这个，四倍嘛，四倍哈，然后活物2倍。不行我不能开。对，没错没错。火物2倍。然后艾德15倍。大圣没有了。这样是几倍？干，也是120倍，那么巧。头4倍，火物2倍。艾德15倍。再加上克数 1.5 倍。没了180倍，靠背啊，有点危险。不过我有30颗看一下。180哦，够看一下。对，180倍。靠背，跟我讲，真的要准备龙科啦，不然我这样好危险哦。468万，太屌了，各位，两次血量都刚刚好。真的太屌了，两次血量都刚刚好。不对啊，刚他血还没一半我现在直接一拳轰过去会不会死人啊？我看一下1,2,3,4,5,1,2,3,4,1组2组3组，
1286，还有三组是暗珠，暗珠是339，九颗强化的哈、哦，同色93，三 combo， 总 combo 8，25。那因为我是一半的倍率，所以60倍，60。我看一下这样加这样多少？90万加160万，总共250万，大概250万。我现在一波250万，250万哈、哦，它的血量现在是1/3，大概1/3，大概1/3，有一点危险哦。我决定再磨一下下哦。磨好磨好磨好，相信我就对了哈。Trust me, you can make it。哦，能够用这么狭小的空间做出 combo 出来，这是要有一点点技术哦。哦，会保万全呐、啊，来干。对，今天百姓不想吃石头，嘿嘿嘿嘿，无想要吃石头啊、哦，因为今下吃过了盖啊吼，哎，石头太凶了，这样不好。哦，我算的攻击力是刚刚好哦，所以一定要配的刚好，因为我没有龙科，我现在用最精辟的计算跟最精准的打法来为各位做一个示范哦。干、欸！有时候干，我每次叠出他都很故意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在靠北的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断线哎、欸！有连上吗？我看一下，观众有连上吗？哎呦呦，应该有了有了，对对对，靠背啊！我刚刚那个被吃掉，你们没看到？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？应该是有吧。嗯，应该是有看到吧。哎、欸，没修哎。Oh my god！哦，竟然要神天降级给他撸鬼，我真的也会太狼。哦，不小心的。这边有个木哈，干外叠珠啊！干没有这种死因吧？应该是不会了哈。干那也是豺狼哦。干外木珠都没起啊，靠背啊，干！林老布，我的血快剩一半了呢！不要这样哦，我劝你哦，不要逼我捡七大死因给你看哦。哥，你老哎！哎、欸，
哎，我被戏呀啦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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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，你慢慢安呢。不要跟我讲，又来一个暗珠天将，给我弄掉、哦。看我真正会吐血哇！应该是不会把木珠消掉吧？哦，靠北啊！干，一定要玩这么刺激吗？这个太刺激了啦！哎，卖你啊，卖你啊！阿爸，那嘛你那你那嘛你啊！OK，OK，OK， 破费破费，少一康会不会过不去啊？我看一下，看起来是七康博。我看一下哦，各位，就是150万加80万，230万 ，OK 啦，七康博可以了。我去看一下，一康博，两康博。一 combo 两 combo 三四五六七七七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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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康套七康，就做一个哈、哦，有可能的这个算是叠出了哈、哦。哎，哎，维刚那波现在丢了。应该是安尼啦。OK 了啊、哦，准备好了没有？看平民百姓精辟的计算到底是否能够一波带走呢？我再算一次啊、哦，10倍、1.5倍，克数是1.5倍，2倍是谁啊？哎，2倍是谁啊？哎，怎么会有2倍？哎，为什么有2倍？什么东西2倍啊？没有，没有开什么东西2倍啊？木法杀10倍，不是从大圣开始，大圣1.5倍，火物不开，艾德不开，水物不开，木法杀15倍，黑帝是4倍，克数1.5倍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剩135倍？等一下、哦，大圣1.5。艾德15倍，哎、欸，干、啊，算错了，靠腰嘞，我想讲奇怪啊，这一百，这不是啦，是剩家啦，剩家，过来一改哦，全部干掉，全部干掉，啊，你等下算错，全部重来，大圣1.5倍，火物不开，艾德不开，木不开，木法杀10倍，然后这个谁，黑帝是4倍，克数1.5倍。90倍，靠北啊！那么多个在90倍，14.5除以2.05，45倍，45倍哈、哦。所以我是这个哈、哦。110万加69万，总共180万，火屋不能开，因为火屋我是要下一关用了，为什么呢？我再算一次哦，火屋是下一关是没有大圣，火屋2倍，艾德15倍，然后没了，克数1.5倍，干，为什么？都少了、啊，哎、欸，还有一个4倍，还有一个4倍，180倍，180倍，3357，总共一波带走468万哦。它是正常的腐蚀，没有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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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我有没有扣防御率啊？468万，我看它防御率多少？2000多而已，没差了，没差2000。哦，这次防御 OK 了哦。好，来了。
准备好了没有，各位？啊，没装进来，对我让一招，我对啊，真的、啊，因为我进来没龙科，我就直接给他进来啊。各位，我看开完胜，我平民百姓呢，对不？一波带走了，好不好？没错，那个谁讲对了 ，Baby Home，Oh my，Oh my，Baby Home， 他没错。可是你这样破我的梗，让观众就没有期待感了。对，好、哦，大圣，狮子，啊，哎，狮子这样回吧，不知道。流音晕染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嗯，靠背，这人家刚才看不到所在。我给我带个撸就好，我等下自己撸就好。来了，我刚算多少？哎，110+69嘛，167，184万左右，184万左右，说妥妥的，妥妥的，有天降就直接带走哈、哦。来，点点点点点点点，过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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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呢？我赢了！我家叫我剑虫之花斋嘛，我亏嘞，艾德亏嘞，水亏嘞，要伤害五哦，3357哦，都要把我们胜，得把我们掉，幽冥围城。干，阿姆都晒掉，哎，真正晒掉呢！干，我刚没有做强化珠哎、欸，有啦，我做五颗啦，骗人的啦，吓吓你们的而已啦。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们，我刚忘记做这件事情，记得要做强化珠嘛，因为我刚那五颗暗珠是顺手的，不是故意的，你懂那个意思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如果经过明白精辟的计算，有没有、哦干好个仔，哎、欸，今天运气真也袂歹呢。干，我刚刚笑成那样，如果没有强化猪干，应该全部人都在笑我。现在应该全部人都在笑。好、哦，来，47,63,654，打下去扣掉这个哈，这个2600的这个哈，啊，2600啊，防御力哈、哦。所以我们会打4771054的攻击哟、哦。嗯，我卡定一个。有小数点吗？哦不不不小数点，因为之前有时候会算误差，就是小数点的问题。4773654啊，注意到了没有？注意到了没有？注意到了没有？哎、欸，默默转下去了啊！靠，北海一定超过了，542,813万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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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 哦，画面那个，对不起，画面那个。